係啦，壓住向後用力。咩叫向後用力 ？Go 跑。係啦，呢個咪向後用力咯。係啦 ，good。明嘛？呢個先叫向後用力啊嘛，你自己可以試下嘅。好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灰啦。我哋今日咧就要讲点样走位去 catch and shoot。嗱，呢个亦都系难嘅。你有冇学过？有咩步伐学过 ？1-2-step。我哋今日讲点样去做呢一个步伐。好啦，你会发觉咧，大家比赛嘅球队入面总有一个 form 咧，系喺底线 cut 出去嘅，系咪咧？阿豪有冇一个 form 系咁？好耐冇打，但以前有冇啊？有冇教嗰個 form 就係、是、哦，俾完 cut， 然後啊，我哋走出嚟 catch and shoot， 係咪啊？入唔入啊？呢球通常依家入，係入喎。OK， 咁慢。我哋今日就講咧點樣走呢個步伐。你又有啲咩分享下咧？技術上呢、這個走位你會點走啊？哇！你咁樣嘅話，真係真心講嗰句，漂浮得好緊要嘅喎。你咁嘅步伐會好漂嘅喎。嗱，試下咯，俾少少速度嘅嚇。嗱，第一，我哋走嘅時候，記住，唔好100% 走出去，100% 嘅速度，你控制唔到嘅，唔好100% 嘅速度走出去。記住，你通常咧，我個人建議你控制85度啦。記住，傳波就你嘅。是不是你練習梗係逼自己去到90、100、95咁樣啦，但係你比賽嘅時候，真心講一句，留少少俾自己去控制翻。我哋一般唔係用全速或者高速衝出去㗎，我哋係點啊？我哋係高速甩開呢個臨尾調整嘅啫，明唔明白？我哋係臨尾調整。我哋臨尾接嗰下一定要減翻速，清唔清楚？明唔明先？控制呢個速度先，好啊，跟住試下咯 ，Go！ 好 OK 喎，但係覺唔覺有啲走步 feel？ 唔係，嗱，聽清楚啊！有冇走步咧？好迷茫，有機會吹，啱唔啱？點解？記住走步咧，即係咧，球證冇慢鏡，佢憑感覺吹嘅。你個感覺好窒咧，你就會吹你。啱啱你係咪？你流唔流暢？係，唔係真係唔流暢？嗰下會吹你啊嘛，明唔明啊？球證冇 replay 冇慢鏡，感覺唔順，你就係走步，係咪？再嚟試多次。波阿 CM 啱啱篤個魚蛋，多咗步，再嚟過，再嚟過，高衝，哎，走步呢球真係清晰地，清晰地走步，係啊？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嗱嗱。為什麼它很難調整呢？一，留心，阿豪
你是不是要去那裡？你直線衝出去是不是？好了，來到這裡，它就根據你這個位置傳波的。好了，你衝到出來，它就給你了。好了，你就全速向這裡衝，那波在旁邊來，你就要在一步範圍之內轉360度，還要接埋波，成龍大哥咁樣。係咪啊？踢幾廿腳之後仲可以著翻件褸咁樣。啱唔啱啊？第一樣嘢，我哋唔係向前嘅。嗱，你有冇睇過《藤原拓海》？頭文字 D 有啊嘛，係咪？直情聽到首歌啦，而家即刻。我哋衝出去嘅時候，你唔可以180度 turn 嘅，你要漂移。即時點呢？就係、是。即是點呢？就是我哋第一膊頭傾斜，形成一個轉彎，要弧形，明唔明白？我哋唔係直衝出去，千祈唔好咁樣直衝出去，仲要轉身，好難嘅。你實將個人，我就啱啱點解話你會咁樣飛開啊？咁解，你個力量咁樣，你一定係咁飛咗出去嘅。你所以你咪第二球大針咯，再前兩球有走步感覺。呢、這個 form 90% 都有條喺度擋嘅啦，係咪啊？緊嘅啦，但係唔知擋咩噶，主要係唔知擋咩噶嘛。我哋都係咁樣，膊頭壓住衝出嚟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呢度嘅時候，唔係向緊呢邊，係向緊呢一度。我哋有小弧形，唔好直線衝出去。好啦，接波嘅時候有兩個步伐，而家我哋可以做側切接球嘅。第一個 side step， 説你啱啱嗰個步伐。但係如果你要做佢啱啱嗰個步伐，你要用核心跑，核心力跑動，即是我哋係個人伸直向後跑動，係啦 side step， 哇 ，CM 交波勁喎嚇！相当难接，系咪？呢个第一个步伐，第二个步伐，你可以用顺势弧上去，企呢度劈，系啦，我哋弧埋上去，左脚轻跳一下，卸力，呢球唔入，唔好意思，卸埋入佢。我哋同样就系冲出去，咬住向住左脚跳一下，卸力。睇唔睇到側切同呢、這個，明唔明白？使唔使睇多次？睇多次，你睇住，你睇住。我當呢度有劈，壓住，跳一步 ，shoot。
試一壓住，停，膊頭，膊頭壓住。先用你啱啱一開始嗰個側切啦，側切衝出去，哇唔得，嗱呢個重心中曬前啦，你不是核心跑嘛，向后跑，再来后发力，后发力向后跑，即是向后发力。你要做侧切的话，不可以有跳起第一步的动作。你会好有走步感觉，记住我哋冲出去，明唔明？系啦，系啦，知唔知道？只脚密少少，唔好咁快，你只脚密啲都可以，都可以快噶嘛。系啦，压住向后用力，咩叫向后用力 ？Go 跑，系啦，呢个咪向后用力咯，系啦 ，good， 明嘛？呢个先叫向后用力噶嘛，你自己可以试下嘅。同你的队友拉住向下去跑，系明唔明白？你唔系前冲啊嘛，啱啱你系前冲啊，我哋向后发力啊，向后发力就系用核心，向前冲系用重心，清唔清楚 ？Good shot，good shot。嗱，今日阿 CM 临尾咧，因为啱啱受伤啊，真的受伤了。好贪玩，两球插板入，劲嗱！希望呢个步伐帮到你，记住核心跑动，清唔清楚？今日我哋时间够啦，好，希望可以短时间内再拍教学片俾大家啊！多谢晒，好，今日完。